停课不停学，巧手动一动，卢竹千啊 V。 爱我们的人和关心我们的人有很多，我们一起来做手印花，送给这些爱我们的人吧。需要准备的材料有两张纸、蜡笔或彩色笔、白胶或胶水，还有一把剪刀。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咯。拿起一支笔，将你的手放在纸上，开始描出手掌的形状。请帮你的手掌涂上喜欢的颜色，什么颜色都可以哦。起剪刀，还记得三指握要怎么握吗？现在让我们小心的把手掌剪下来吧。出另一张纸，将你的手放在纸上，排出你想要的位置，用白胶或胶水把手印贴在纸上。画你的花后，请把你的花画上花梗还有叶子。最后，可以再帮花加上你喜欢的装饰，或是画上你喜欢的图。完成喽。